双鱼座在五月份结交朋友是重点，你有很好的交友运势，而这些朋友多半也非常有聪明才智，你与他们互动也会得到很多成长的机会。你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吸引朋友的，因为你本身也是非常的有实力与才华，你能从与朋友的互动中更加了解自己，因此这个月要好好把握这个好的机运。工作上表现也很好，你的正财运也是不错，不过要多留意可能有过劳的问题，交通状况也要多一点注意，这样对你自己也比较有保障。爱情上，你自己本身就很吸引人，如果你单身，相信想要认识你的人都觉得你十分的珍贵，会非常想要亲近你。如果你已经有对象，你的表现还是十分的优秀，但是要留意不要过度的付出，不然可能会觉得有点失衡，这样对你自己就比较不好了，要多多注意哦。整体上这个月的你可能会感觉对内对外都有很多事情要应付处理，不过因为你的能力很好，表现又优秀，相信你都可以好好面对这一些繁忙的事物，祝福你了。